你们俩在玩跷跷板啊？想好了没？哎，想好了没？好，对，慢一点。快点，快点！两个在干嘛？旧情复燃。后面，后面，小哥往后，小哥往后，脚跨过去，脚跨过去，脚跨过去。你对得起？把脚都给他跨下去！就奶哥就有平衡感了，后面还要加油了，真的不行也把对方推下去，因为对方下去也不要自己下去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马上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参赛的朋友啦，来，我们参赛者就位，马上就是我们明道大学资讯传播系同学，姓刘，叫天土，叫阿土就可以了。哦，看起来不土哦。这个对面的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，是我学妹。小心她待会跟小周一样把你推下去。要答应她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一山。李一山。李一山啊。对，有一首歌你没听过吗？一山一山亮晶晶。你今天带的什么？手上是什么？是我们机器人实验室的算是玩具吧。哇，什么叫机器人实验室？还要来这个做机器人啊？对啊，又是我们你们自己研发的。这个机器是外面买，但是里面的一些动作的设计是我们自己设计的。你这个会做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今天的话，我稍写里面的程式是让它可以跳舞。哇，他今天来的是会跳舞的机器人，他的范围桥上这样够吗？这样可能太小了。哎，搞不好他会自己会。一碰到之后，就这么说的，这个机器人就厉害了。可以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台机器人是可以让它避障，然后不会掉下去。就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一台是不能避障的。这只能在这一台是智障的。对，功能不同啊。秀一下，跳一下，那就摆在你们主持人那边。来来哦，看他多会跳。大家好。哎呦，我是刘天图。啊，实在超跑跑，我要跳秀了。啊，真是的，还有眺望哎，哇，真是厉害啊，真是令我太高兴了！快来快来快来，看我跳这个波浪舞，好厉害！哎呦，外骨外骨哎，外骨波浪舞啊，好厉害哦，这机器人好可爱，左摆右摆，哎呦哎呦，好人性化，用这一台就可以来把妹了，对啊，真的。真的很棒，很炫哎！台湾人可以做出那么炫的机器人哎，对，还会讲话哎，还会讲话，刚没想到，什么都会。我来跳个波浪舞，哇，炫！不好意思，他讲的，是你讲的，好棒呀！我操，我这机器人那么厉害，我自己告诉自己要跳什么呢？真的，好，学妹加油，好不好？先选个奖品来，5号。五号，先看看什么奖品啊？过关了就可以把奖品带回去。五号的奖品是高级房车专用面膜光亮组，价值1080元。该拉抽稿了，我们机器人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节目制作人是谁知道吗？沈玉玲。对，沈玉玲过关加20000。好，来，哇，幸福来相会。好。学妹，松开我的双手，慢一点。你要指挥学妹哦，慢一点。然后表情好像想要倒雷啊。好，姿势不错，很稳。哎呦，这个学长相当冷静哦。哎呦，来，学长，赶快往前一点，往后要往后，往后，要往后了，要往后了。来，学妹往前，学妹往后，就最平衡的，小心。江慧最恐怖，小心一点。来，室友有机会了，小心气球，但是气球不要一打开了，不要像小周一样把球打出来了。小心气球。好，接近了，
你们学长真的不错，厉害，指挥得很好。对对，有什么话对学长说的吗？你好厉害。好，不行不关。你是大名？姓林。微信大名姓林。大名呢？林全颖。你做什么工作？在水里当里长。哎呦，里长伯，一定会啊，什么事都要管，就是里长伯啊。对面应该是里长夫人嘛，哈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是我们巡守队队员。哦，常常啊，里长会跟巡守队员啊，我有恋情。不是，巡守的经常跟里长保持联系啊。对，里长，现在有什么状况？现在有一群不明人士到我们黎明来，对不对？他们巡守最后一个点，永远都是在家里，就对了。最后都回到里长。巡守最后一个点是在派出所里面。哦，也被抓到派出所去了。不是，派出所比较安全。比较安全。对面来，什么名字？姓郝，郝伯村的郝。哎呦，好。哇，好什么呢？好文雅。来，选个大奖，来几号？二号。二号。大姐选的是迷你青草厨师机，两千五百八，是哦，好，来了，好了，我们加到就满到三千了，好不好？五千，好不好？五千，好不好？准备就位啊，来准备，幸福来相会 ，Let's go， 来慢慢走，小心啊，慢往前，小心哦，完了啊，一开始就错了，李长，李长对，豪杰往上，豪杰往上。豪姐要走、哦，豪姐要往上走，要往前走，慢慢，豪姐要往前走，失传神功，美女倒退路，交外的时候。幸福 A 计划，幸福来相会，来走。慢慢走，慢慢往前，小心哦！完了啊！一开始就李长，李长对，豪杰往上，豪杰往上，豪杰要走，豪杰要往上走，要往前走，慢慢，豪杰要往前走，豪杰要退，小心，可以，慢慢，好，平衡了，好，不要怕，没有怕，加油，来，往力往前，加油，豪杰要走，气球不等人，气球不等人，要错位，快爆了，气球，快点啊，小心，快点，气球快爆了，李长，赶快过来，李长。看得出来是里长推他的，里长要拉他，哇，可惜啦，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奖品跟奖金啦，没关系，来，马上我们的下一组，下一组，好，大家玩得很尽兴，好，也很精彩，马上我们的第三组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糖糖。哇，好漂亮！现在啊，那大家都用这样子啊，叠名就好了，叠名叠字就好了。所以最近叠名流行啊，所以我现在改名叫奶奶。奶奶，哇，对面是你这位帅哥，我跟你讲不得了啦，男朋友，他说男朋友是不是？嗯，我跟你讲，他追求他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真的吗？今天要在节目上说出来啊，真的假的？我有可能会两个走在桥中间会打起来。什么？讲一下秘密，说出来，是不是今天要？其实一开始。是我朋友要追他，哦，可是因为那我们以前嘛，他那个我女朋友她以前。